阿弥陀佛，啊，大家吉祥，啊啊！每一次见到大家，都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好像这个一个礼拜啊，一下就过去了。 这个普贤菩萨警众记啊，提醒我们啊，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啊，如烧水鱼，时有何热？啊，那我们见面是啊，一星期已过。啊。 所以，我们得当勤精进啊，啊，如旧妥然，但念无常，啊，慎勿放逸。啊，而这个精进呢、啊，啊，很重要的，就是要能够啊调伏习气。 为精进啊，这个是下联居老居士、啊、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诲啊，而且、啊、这一句教诲呢啊，也透出了啊佛法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重实质，不重。 形式啊，精进不能是向上哦。我每天念多少佛啊？每天呢念几部经、啊、这是一个形式啊。所以念佛重在相应。 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啊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所以古德也提醒，不能口念弥陀，心善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好，所以假如我们每天念十万声，但是心是越来越散乱。 那这个是不能在这一生呢成就的啊！而且呢，我们假如修学啊，没有能够抓到啊啊最根本的，那很可能呢。 越修越分别，越修越执着啊！什么是根本呢？心是根本。比方口念弥陀，心散乱了。那随着这个散乱心，我们的分别执着会跟着增长啊。 哦，像比方说一部经，我们念得很熟了，哎，嘴巴还在动，但是脑子已经在想其他的事儿了，哎，但是还是跟着在念了。所以，这个夏邻居老居士啊，有提醒了，不能轻忽仰视，哦，不能。 轻忽了，忽视了。哎，我们佛号念的熟，经念的熟了，但是这个心念呢，却是在胡思乱想。那那个“是”就是分别执着啊，分别第六意识，执着第七意识。 落印象，第八阿赖耶识，啊，那等于是，在念佛念经啊，都在增长分别执着，落印象。那当然这就喊破喉咙也枉然了。啊，所以会念佛应该是妄念分别执着越念越淡了。 那这个用功就用对了，所以佛门这一句啊，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啊，对我们修学确实是很重要的指导。我们所生长的环境啊。 啊，就一承德啊，差不多两三岁啊，就到高雄市了。啊，在一个经济比较快速开发的外在环境啊，会很在乎啊别人怎么看自己。啊，包含在学校里面啊，老师怎么看我？ 同学怎么看我？很可能自己不知不觉啊，会很在乎别人的看法，那就会做样子、啊、给人家看了那养成这个习惯了、啊，就容易重形式了，自己没有重实质了。 啊，所以夏联居老居士啊，教诲到修学之人啊，必须打破自欺一关，时有商量处。啊，这商量处就是才谈得上修行了。啊，必须要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。 那才是在修行了，哦，所以《维摩诘经》有一句话讲：“直心是道场。”好，无虚假故，那就没有做表面的了，没有任何应付的。哎，这个才是直心了，才是真心了。 啊，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啊，这个是善导大师指导的。啊，我们念这一句佛，哎，从真实心念出来。啊，我们跟学生讲每一句话，哎，提醒自己，也是用真实心讲出来。 所以修学最重要的，用真心啊！哎，不能随顺忘心，不能随顺习气。所以修学的重点，功夫体现在放下。好，哎，放下多少？ 分别执着，啊，放下多少坏习惯了，所以这个是调伏习气、啊、为精进，就像儒家是从格物下功夫，啊，格除物欲啊。 那这就是指我们不好的习惯呢，啊，要把它放下，啊，而且用格啊叫格斗，啊，比方说自己好面子，啊，那真的要把面子放下，那好像撕一层皮呀、啊，哦、啊，啊，这个是。 不容易的，好，所以好，为什么说修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？好，那古人这句话就有味道了。好，那帝王将相也是很勇猛啊，啊，也是很有魄力啊。 啊，他还能建功立业，但是啊，比方说让他放下喝酒，啊，或者放下女色，啊，或者放下他哪个习惯、哪个欲望，啊、他他不一定肯了、啊。那我们修学了，我们知道。 哪一个欲望放不下，它就是轮回业了。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就出不去了，出不去就解决不了问题了，只能长解轮回了。所以我们。 修学呀，就是不断练放下啊！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啊，还有牵挂的，就要提醒自己呀，那个都要放下啊！当然是心上放下啊，不是事上放下啊！说婆有一爱之不亲呢，临终被此爱所牵呢。 而且不只是临终是障碍，啊，其实我们现在处理事情啊，会迁于感情啊，这个事处理起来可能就不圆满了，或者基于义气啊，会意气用事啊，那可能处理都会有流弊了，甚至还会跟。 家长、学生结怨，都说不定了。哦，所以，我们今天从事教学工作，它是一个缘分啊，是我们行菩萨道的一个行业。哎，但是我们是随缘消就业。 不再造新殃啊！啊，我们跟一般的老师啊，啊，就是遇到圣教跟没有遇到圣教的老师，缘分还是有差异的。啊，遇到圣教，我们都清楚啊，真谓生死。 发菩提心呢、啊？我们要了脱生死轮回，不能再搞了，再搞解决不了问题啊！福报再大，啊，升到天上去，想玩天福又堕下来了。啊，而且老法师说，三恶道是老家，三善道观光旅游、啊。 三途一堕，五千劫呀、啊！啊，黄令祖老居士提醒的。你看，我们当人才几十年了，三途一堕就五千劫。啊，他当老师，他不一定有闻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啊，那我们闻到了啊，我们的。 考虑我们的眼界啊，那是不一样的了。所以每天去教书就是行菩萨道了。啊，我们不造轮回业了。所以就要用真心去教书，真心去处理事情。啊，所以心啊是根本的。 啊，那真心是本有的，它会被我们这些习气呀、啊、障碍住啊，所以要放下这些习气啊。那理有顿悟啊，事还要渐修啊。哎，道理明白了。 啊，不能好面子，可是要真把面子放下，哦，那得下不少功夫。啊、哦，那像啊，承德啊，自己知道啊，照顾好身体啊，很重要。啊，也常常跟人家分享啊，啊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 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哎，但做的不好啊，身体还是没有照顾好所以，首先呢，自己的性格啊，太逞强了啊、哦，这些性格啊，习气啊。 就会障碍自己呢，没有能很好的去落实经教，啊、哦，得把这些放下，才能做得到。啊、哦，我们一直在谈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而成佛的大根大本。 孝亲尊师啊，刚好这个星期呀、啊，也有发啊师父上人啊一个专题的开示啊，孝亲尊师是圆满成佛的大根大本，而孝亲尊师是大根大本。 而尊师又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了。好，所以孝亲又是更基础了。那孝亲要从哪里下手呢？啊，这个对我们自己修行啊。 甚至于是教导学生呢、啊，到底要从哪里建立他的德行啊，是很重要的。那《孝经》又告诉我们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那等于是我们学到的。 下手处，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啊，啊，再延伸开来，我们的精神也要照顾好啊。哎，身有伤，贻亲忧；，哦，德有伤，贻亲羞。 所以，我们身心不健康啊，父母会很操心，因为母子连心呢，啊，父母跟子女这是天性，啊，没有人教的，天生就是这样，父子有亲的天性，好、哦，那我们真有孝心了。 不愿意父母啊，再操我们的心呢、啊，这个才是真的孝行起来了。啊、哦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讲，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啊、哦，那当然，古人让父母操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生病了。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，哎，我们自己不生病的时候，父母还有没有操我们的心？假如还有，那我们不如古人了。古人是“父母为其疾之忧”啊，哦，甚至于是啊、哦，没有生病了，哎，这个疾。 啊，印光祖师啊，也有提醒啊，啊，不能呢、啊、纵欲啊，父母也会担心了，啊，所以《太上感应篇》提醒了、啊，哎、啊，淫欲过度啊，啊，就是我们一些生活的习惯，也有可能让父母啊一直挂着这个心呢、啊。 哎，我们真的不让父母再操我们心。我们在谈孝道的时候啊，那个摄受力，跟我们现在一些习习惯还在让父母操心，我们来谈孝道，我们想想这个摄受力会不会一样？啊，所以教学的摄受力浅深。 差别来自哪里？这是一个重点呐、啊。那摄受力完全来自于我们解行相应了、啊，哎，我们真的有去行了。哦，那一谈孝道啊，娓娓道来啊。 不是说啊，明天刚好这一篇文章跟孝道有关，哎，我去准备准备吧。好，那种准备可能是背一些知识，啊，跟自己一谈娓娓道来，哦，就像王婆，他一谈到父母，眼泪都止不住啊，啊，尤其。 讲到、啊、这个哀哀父母，生我娶劳啊！啊，他每一次讲、啊、讲到这里啊，他就没有办法再言语了，一直哭了。后来学生就不敢让他讲这一篇诗了，这个《诗经》的这一篇呢、啊。 虽然没讲啊，大家想一想，他的学生有没有说他他感动啊？就他这是无言之教了。好，啊，所以老法师在内典讲座、啊，哎，有提到。 啊，有些人讲课，出了这个门了、啊、就没味道了。啊，有些人讲课、啊，听完的人三天还有味道。哦，那诸位老师啊、哦，我我们听到这里说，啊、哦，那是讲佛经啊，啊，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了。其实。 只要是教学都是这个道理啊，这个理是相通的啊。我们也见过啊，哎，有老师啊，在讲孝道的故事啊，讲着讲着呢，学生自己啊，打自己的嘴巴，小朋友啊，他听了感动啊。 孝心一起来啊，觉得自己平常的时候啊，太对不起父母了。那个动作是自己自发的。哦，当然我们也别让他继续打了。可是这种天性的东西啊，你只要启发他了，他会自己流出来了。 啊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啊，学生听我们谈五伦八德，啊，这些道理啊，我们娓娓道来，他余音绕梁啊，几天都还在回味人老师讲的故事，啊，甚至是老师自己的现身说法。哦，刚刚有跟大家谈到啊。 啊，自己所成长的背景，毕竟是经济快速开发的时候，人往往比较容易、啊、急功近利呀、啊，舍本逐末，因为希望快嘛。啊，自己在修学过程呢。 觉得养成的这些心态啊，都是修学的挑战啊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染上的，但是要放下它，得狠下功夫啊！我我记得啊，参加一次会议啊啊，跟很多干部啊、官员呢、啊。 在一起，哎，有个官员上去报告，报告完下来啊，哎，很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呢。啊，然后有一位啊同仁啊，就对着演讲的人说：“哎呀，讲的好啊，讲的太好了。” 啊，当时候我听到这个话呢，啊，有所反思，就是说，一个官员讲的好啊，其实他讲的那些东西要落实容不容易啊？不简单，不简单哦。他是治理人民哎，现在人民是不是从小学伦理道德、因果啊？ 哦，就像我们现在在学校代班呢，带好一个学生呢，都是一个工程哦。所以重点在要做的好，重点不能摆在讲的好哦。所以孔子。 教导学生呢，在《论语》当中，我们看到“刚毅木讷敬人”呢，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呢，这两句话也值得我们在修学的路上啊，甚至于是在。 互念学生的慧命上，啊，互念他的德行上、人格上啊，哎，这两句话我们得体会的深哦。我们才懂得怎么去互念自己，互念小孩呀、啊、学生呢、啊。 啊，我第一次啊在北京的大学，啊，跟大学生分享传统文化，啊，那是第一场，所以我印象蛮深的。啊，当时候讲完了，啊，我们回来，因为晚上讲，讲完可能都九点多十点，啊，那因为的车子不能进校园了。 我们是步行的，所以要步行到校门口外。後,后面有一个学生一直在追我们，我们听到脚步声了，赶快停下来。啊，一个男孩啊，啊，应该也不能叫男孩了，大学生了，啊，他一上来啊，哇，还还一直在喘气啊，哦，然后边喘。 还边跟我讲话啊，他说：“蔡老师啊，啊，你的口才真好啊！”哦、啊，我当时一听啊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刚刚讲了那么多德育故事啊，啊，这二十四孝，我我看应该也有讲，<laughs> 哦，哎、欸，怎么？” 哪一个道理或哪一个故事啊都没有触动他的心灵啊！啊、哦，他最关注的就是我的口才，当然这个是我的错啊！哦，应该是我的真诚不够啊、哦，还不能感动他，啊、哦，反而是口才吸引他了，见微知著啊！ 啊，他只代表他还是年轻人现在所最关注、最想追求的是什么？是德行还是才华呢？都有一种无形的社会风气呀、啊，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。 这是净教的力量啊！啊，我们没有很高度的警觉性啊，我们不知不觉就随波逐流了啊，甚至于最可悲的，自己被自己卖了，不知道啊。比方说，我们上了讲台啊，像承德跟大众。 啊，在交流、哎。孟子有提醒一句话：“人皆好为人师啊，啊，没有上台啊，就容易好为人师了，更何况是上了台。”哦，所以老法师说：“啊，我讲了几十年了，别人有没有？” 听明白？我不知道，我给我自己劝明白了。啊，这是老人家的心得、啊，他用功的态度啊。但是，假如我们弟子没有把他这句话真正重视起来啊，我们很难不在讲台当中起傲慢，起堕落。 啊，因为在这样的音乐里面，都是对人家讲，啊，都都是讲给人家听的，不知不觉就习惯了，啊，不是劝自己的，都是讲别人的，啊，人的堕落啊，都是在不知不觉中的，啊，你们没你们有没有遇过啊？哪个修行人，他说我很喜欢堕落。 我看大家一个都没遇过吧。但是老法师说：“啊，我们不好好修啊，会越修越分别，越修越执着啊。”所以修行的路上啊，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常常提醒到啊。 进一退九啊，啊，这个进一退九啊，有三个说法。啊，第一啊，进一个退九个；第二个呢，进一步退九步的危险就在其中了。 比方说，孩子也好，成人也好，听赞叹的话听习惯了，他再听批评的话，容不容易接受？就不容易了，就进一步啊，退九步的危险在里面。 这个啊、哦，所以这个黄老啊，提醒这个敬意退酒啊，啊，其实对我们啊修学的人是很重要的提醒。 啊，等于是我们的啊，这个关照的能力啊，啊，警觉性啊，得要越来越强。啊、所谓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静。就会往后退了。 哦，那自己是感觉啊，老法师有很多话，其实很深，也常常讲啊，但是自己很可能因为觉得太常听了，可能就没有重视起来。啊、哦，像老法师讲的啊，只有自己是学生。 其他的人啊，来听的人呢、啊，都是兼学啊，哎，自己给他们做报告啊。相信这一段话啊，我们每一位师父上人弟子、啊、都听过啊。但是不管我们是对成人教学。 还是对小孩教学。哎，老法师讲这段话的时候没有说，我们是对小朋友教学除外，啊，好像没有这么讲。就是我们在教学当中，假如啊，态度就是教别人了。 那这个劝自己的部分呢，就会弱下去了，啊，所以人心为伪啊，道心为伪，这心念是非常细微的，啊，他只要偏了，哎，差之毫厘啊，慢慢慢慢就谬以千里了。 啊，不然我们，假如是啊，我们在讲学的时候，啊，都觉得最重要的，哎，是劝自己。那这样的心态呀、啊，这种反省内观的能力啊，就随着这个心境越来越强。 然后越能接受别人劝，哦，哎，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关照了，啊，我们从事教育工作，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越容易劝我们？还是身边亲朋好友曾经有不经意留了一句话：“哎呀，要劝你很难了、啊。” 所以护念自己的道心呢、啊，念头啊，这个真是一个大工程。哦，刚刚跟大家提到说，非帝王将相、啊、所能为啊。哦，前两天啊、哦，有一位。 老师啊，他就劝承德啊，啊，他觉得承德的身体啊不理想，他说你要重注意啊，好好调养身体啊，不然你身体啊出什么状况啊，那就以身谤法了。 啊、哦，怎么学传统文化、学佛法，学成变成这样？哦，我自己一惊啊！哎呦，对哦，啊、哦，出发心很好啊，希望尽点心力啊，不能搞到最后变成棒法了，自己这样。 一惊之后啊，想想，我好像也不少人劝过我了，哦，所以我也挺不好劝的，啊，尤其我还听过同修不止一次了，啊，可能还有不同的人讲的，啊，当时我还没出家啊，因为出家之后呢，大部分都在英国。 啊，对大众讲课啊，基本上没有了，很少了。啊，以前讲完课会跟听众都有互动啊。哎，有时候同学跟我说：“哎，蔡老师啊这，怎么你们学传统文化都这么瘦啊？” <laughs> 我当时说：“这个有没有很深的思考哦，你看刘碧已经出来了。” 啊，人家看我们都这么说的，会不会想说：“哎呀，学成这么说，我看先不学了吧？”那我也是以身犯法了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一句“闻欲恐啊，闻过心呢、啊”，自己没有做好啊。你看前面那么多人劝呢、啊，我都没有重视起来。而且想想啊，这个是落实。 传统文化的第一步啊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啊，不敢毁伤啊，孝之始也。我们总不能第一步自己不做啊，总不能第一步不教给孩子啊。所以教学它有次第呀、啊。 先要把这个大根大本巩固住啊，啊，所以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呀。哦，那这个孝悌是大根大本啊，他怎么跟父母相处啊？怎么跟兄弟相处？只要这两点没有教啊，那已经不。 不是在教圣教了，啊！所以林则徐先生说：“父母不孝，奉神无益、啊；兄弟不和，交友无益、啊。”哇，这个十无益都是最重要的提醒啊！不从这一些部分去重视啊！ 那通通是枉然，啊，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们古人要先教洒扫应对进退？不教这个，他对人对事就不恭敬了。 他心一不恭敬，哪怕他能背很多的经剧啊，都是知识而已、啊，没有入他的心呢、啊。所以古人这些教学的次第还、啊、是很有道理的。啊，承德啊，当初考高中啊，也是很拼命啊。 也常常熬夜的，啊，哎，考上了。当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跳级的，很聪明啊，很会读书。哦，我们班他最小、啊。然后陈德呢，去他们家。 啊，他完全不会接待人，啊，连我要走了，他也不送我，还、啊、还是他爸爸，因为我印象很深嘛，那时候我们都已经读大学了，啊，他也不送我，还是他爸爸说，哎，你应该送人家一下，哦、啊，所以。 都没有重视了，所以学的东西在哪里用？考卷上、考试用了，跟生活脱节开来了，所以变成高学历啊，但生活能力不见得学过了。哦，所以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。 林则徐先生，儒释道的造诣都很高的，啊，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。他学问再渊博啊，他只要心高气傲、傲慢，没有帮助，还会毁了他自己。再来哦。 会毁了别人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冷静看看这一百年，带头否定传统文化的是哪些人？都是从小读古书的人，他才有那个威望啊。可是他为什么过河拆桥啊？ 因为他觉得他比老祖宗厉害呀、啊，这个是读古书上来的，但是没有孝悌的根基。他在学术上地位很高，因为他学问很好啊。学术界、社会，他看人不可能看那么深啊。 他讲出来头头是道啊，也可能把人都说服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弘扬文化，可不能再培养出像民国初年那样的学子出来哦。可是我们假如没有高度重视啊，照样培养这样的人。 后人哀之，我们很感叹呢、啊。怎么民国时期这些人读古书啊，还过河拆桥啊？可是我们没有真正清楚、真正重视。我们现在还是有可能培养出那样的人。我们没有见之啊，没有引以为戒了、啊，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。 所以，曾经有一位教授啊，他都带着很多孩子读经典。哎，后来觉得孩子傲慢的不少，他去请教老法师啊，啊，他觉得经典很好啊。 怎么还是变成这样？哦，那老法师就提醒了：你还是要从他的德行扎根呢、啊，要从孝道教起啊！不然不力行，但学文，长浮华，是很难避免的。哦，我们假如不会护念孩子的心呢？ 啊，你不会啊？这我都会背了。他不知不觉就增长傲慢了。哦，所以护念学生的心呢，才是根本了、啊。长护念他的心是长他的善了，啊，救他的失了。 那林则徐先生这些话，这些实无益，句句都是重点。其中有一句也跟我们健康有关，不习元气，服药无益。我们不爱惜自己的元气啊，我们的阳气。 你吃的药再好也有限了、啊嗯、都被自己给耗掉了。吃再好的药，它是助缘呢、啊，啊，也得要自己，啊，不要去透支啊，啊，不要去纵欲才行。 啊，我们学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有儒释道，三教啊，相辅相成啊，礼同出于一源，道并行，哎，要并行哦，而不悖。啊，这是雍正皇帝呀、啊。 上谕啊，他告诉全天下臣民啊的一篇教导啊，开头就提到这一句话了：，道并行而不悖啊，而且他还提点出来啊，佛家自心。 道家自身，儒家自世。哎，陈德以前读过这句话，没有过重视。现在觉得这句话很有见地呀、啊。哎，侧重不一样吧？ 但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，学大乘佛法的人，哎，那是佛家自心呢、啊。可是，假如我们没有学儒，那直接就跳大乘佛法，那会不会学出有偏呢？你看，治世儒家一定强调。 修身齐家治国，他有这个次第哦。他会重视家庭伦理哦，重视自己的本分哦。他会把家庭关系处好哦。啊，老法师其实讲经的时候有讲，啊，我们学佛。 只要造成家庭不和，这个就不妥当了。一定学错了。可是老法师这段话呢，对于我们在家的二众弟子，我们有没有很重视老法师这一段提醒？ 我们在修学过程呢、啊，也容很容易选择性去学哦。哎，真的，啊，有时候说，哎，老法师讲什么？哎，有吗？哦，同样听一集听下来啊，可能别人分享那个重点，我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啊。 啊，当我们是选择性学的时候，那谁在选择？自己在选择。那我们是跟谁学？我们自己在选哦。哪怕是我们选的那个句子啊，可能也是顺着我们的意思去去理解哦。 假如我们是全盘接受，那就不选了。啊、哦，你看颜回跟孔子相处啊，吾与回言终日啊，不为如愚啊。老师讲了每一句，他都啊、哦，马上这个入乎耳。 祝福心呢、啊，放在心上了、啊、不呼事体了、啊，行乎动静啊，在他的言行当中啊，啊，就把老师教的啊讲清楚，然后做出来。了所以我们都说跟老法师学哦。 但是不能谴责他老人家的教导哦，啊，不只是对饮食勿谴责哦，啊，他只是一个境界哦，哎，吃饭是一个境界，会吃饭的人在吃饭的时候放下分别执着，提起感恩心啊、哦，所以食存五观呢。 啊，济公多少量比来处，存己德行全缺应供、哎。他吃饭了，越吃，感恩心、菩提心越增长啊，那不会吃饭，哎呀，这个好吃啊，我多吃一点；这个不好吃啊，我一点都不吃。哪怕他对我很重要，我也不吃。那吃饭就变成增长爱真的心呢、啊？ 增长执着了，哦，所以老法师常常问我们：“你会吗？”啊，那会修就是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层境界，哎，不断能放下爱憎，啊，放下分别执着，这会修了。啊，我们不会了，那这。 六根接触六尘，反而在增长执着，增长爱憎呢？啊、哦，也包含我们也听过，呃，我我只，我只相信老和尚，我只听老和尚的。哦，好像别人跟他讲话都很困难。 其实老法师是指导我们依法不依人，人家讲的话跟经典相应，我们就要听啊。尤其我们假如讲这个话，讲给你的父母、讲给你的亲人听啊，人家多难过啊，这伤到人家的心了。出言要顺人心了、啊，心地要柔软了、啊。 这个也是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教导我们的。那老法师有强调喽，家庭的关系一定要处好，不然就学错了。啊，这是一脉相承的教导。印光祖师讲。 敦伦敬奋李炳南老师讲：“啊，白衣学佛不离四法，必须敦伦敬奋。都很重视啊，延伸下来。” 啊，我们遇过，学了佛了、啊，夫妻相处不好，啊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有改善，就不重视这一点了。你说我们学了佛，夫妻、婆媳啊，家庭伦理关系都处不好，你说我们其他的同学知不知道啊？ 甚至于是没学佛的大众会不会慢慢知道啊？那刘弊不就出来了？所以儒家治世啊，这个伦常本分啊很重要啊。儒家最核心的就是讲五伦呢、啊。讲八德啊。其实佛家也讲啊，讲的不比儒家少啊。 可是大部分在哪？大部分在小乘经里面呢、啊，《阿含经》啊，哎，诸位老师，你们有读过《阿含经》的，请举手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没读过《阿含经》，那我们一定要读呵呵儒家、道家的这些基础经典了、哦，因为不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啊。 他会表错法、啊，会偏掉，所以这个儒释道啊，各有侧重啊，相辅相成啊。我们现在看，我们佛弟子表好法的多不多？他的偏在哪？古人都有提醒啊，老和尚也有提醒啊。 雍正皇帝也有提醒啊，那道家是自身就把身体呀、啊、照顾好啊，这个道家讲的深入啊，啊，《黄帝内经》这都属于道家的经典，好、哦，所以诸位老师，我们知道怎么吃饭吗？ 啊，怎么穿衣吗？啊，生活作息怎样才是道法自然？啊、我们想一想，一个孩子身体健康跟身体孱弱、啊，他的一生差别很大哦。第一个，他学习的。 能力就有差别了。身体好，记忆力好啊；身体差，那个肾气不足啊，学的东西很容易就忘了。好啊，像陈德现在常常啊，一下楼，哎、欸，我刚刚灯关了没有？ 你个这肾气不足了，啊，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了，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感觉到了。但这些都有方法了，从食疗啊，甚至从你可以按摩啊，哦，可以这个这个搓一搓自己的肾脏啊，<laughs> 呃，自己的经络常常按一按呢，才不会淤堵啊。 啊，你血气不通了，你精神当然就慢慢就弱了嘛。啊，这养生还是很很重要。看学习，身体好跟不好就差很多了。再来，孩子以后他要经营事业呢，要不要体力啊？他要照顾老人，他还要照顾妻儿，要不要体力啊？ 甚至修行也要体力，啊，我们念佛念五分钟就开始梦到周公了，体力不行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从小就把很重要的养生观念教给学生，很重要，啊，我自己成长过程呢、啊。 到我大学毕业，没有老师跟我谈过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十二个时辰啊，哪一个时辰，哪一个经络做主，没有谈过。你看大学的时候熬夜的现象很多啊，那对身体的损伤很大。到底大学四年读下来获得什么？ 首先，损失了一个身体健康啊，那就一辈子遗憾了。其他的就别说了。大学可是啊，应该是增长一个人的志向、啊能力、使命感的地方啊。大学可不能变成堕落的地方啊。 啊，我听说还有同学啊，要考试前呢，啊，把电脑锁起来，然后把钥匙啊交给同学，啊，然后交代这个同学，我再怎么给你钥，你一定不能还给我。啊。就打电动玩具打到上瘾了，你你说这样的大学生活，他能不堕落吗？ 所以整个教学是一条一条龙才对啊，不管是体制内的，还是私塾啊，啊，我们他高中以前花了那么多的精神，结果送到大学是堕落的结果，那前面这些努力价值何在啊？甚至于前面这些努力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啊？假如我们只盯着他的分数成绩， 那很难利益他的一生呢、啊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做老师是要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呢、啊，要这么去考虑啊。啊、哦，以前的读书人呢、啊，医理都懂一些的，不然他不会照顾自己，不就让父母操心了吗？ 再来，他还要去照顾自己的父母跟家人呢，所以他要懂医呀。啊，自己也感觉，啊，父母很爱我们。啊，我看我母亲常常也是，啊，炖个什么东西给我吃，很费劲的。啊，母亲已经在学校教书了，还要花那么多的心血。 照顾全家，还要炖这个给我们吃，我们也很感动啊。可是我母亲也不懂得《黄帝内经》这些养生的观念了、啊，啊、哦，人家说个什么好，哎，就就弄来吃了。可是虚不受补啊，这些我们不一定懂啊。啊，所以有时候啊，爱护孩子、爱护学生，但是我们。 不懂得一些原理原则，反而适得其反，都很难讲。所以儒释道啊，自心自身自世佛法在世间呢、啊，不坏世间法，要表好法才行了。 哦，那从身体方面呢？啊啊，自己也要下功夫啊，来调整了、啊。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啊！啊，到最后搞的啊，自己搞了一辈子，变成半法了、啊，半佛了、啊，那真是太愚痴了，我自己太没智慧了。 那在孝道方面，除了照顾好身体呀，哎，自己也要思考，哎，父母有没有在操我什么心？啊，常常提醒我的，啊啊，希望我改掉的那个坏习惯，哎，我自己改了没有？ 好，有时候想一想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再跟大家讲课了。哦，真的想啊，自己好好潜下心来，很扎实的，啊，呃，把父母提醒的这些坏习惯把它改了。啊，甚至于是父母最好的优点啊。 我赶紧要把它效法了。啊，《弟子规》说：“见人善即思齐”呀。啊,啊，啊、假如父母身上啊最好的优点我都没有效法，那我还能去效法别人吗？哎，这是我从小看到大的。 哎，自己常常问问自自己这些问题呀、啊，哎，比较不容易啊，哎，自己、啊、骗自己了，哦、因为啊，也要谨防啊，自己在修学的路上啊，出现执着点。 这是修学的一个重点啊，因为修学就是让我们放下执着，但是学着学着反而增加了执着啊，那就会把自己的道业给耽误了。 《金刚经》是《大般若经》的精华啊，《大般若经》讲了二十二年了。哦，那我们也要会观察啊。佛陀是五十说法，哎，我们看前面是方等时啊，这是阿含时。 阿含讲了十二年了，啊，方等讲了二十年，最后纯大臣呢是般若，啊，阿含十二年，方等八年，前面已经讲了二十年，之后才是纯大臣。而且般若讲了二十二年了。 佛不多事啊，啊，假如劝两年就可以啊，佛绝对不会讲二十二年，哦，所以代表要劝那么久了，才能真正入这个境界呀、啊。当时候的弟子啊，佛是应机说法嘛，但是当时候的弟子要二十二年。 那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呢？哦，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去考虑的问题了。而《金刚经》就是指导我们“因无所住啊，有所住就是有所执着了，要执着点了。 哦，oh, 所以这个修学也不简单了。啊、uh,，我们听一句法，有可能就在这一句法当中啊，产生执着。啊、uh, uh,，比方，哎，承德，啊、uh,，也有发心啊，哎，我们出家了要效法老法师、啊。 啊，老法师讲经不中断了、啊。哦，那我也要学，每天都讲经啊，讲经不中断。但万法因缘生呢？啊，老法师当时候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哦，大家假如有流星啊，老人家。 七十几岁都是红光满面的，<laughs> 哦，我现在还不到五十岁啊，就没什么血色了。好、哦，那我假如，哎，执着这一句啊，讲经不中断。啊、哦，我这个这一年多还蛮拼的，嗯，啊、哦，有时候一天讲五六个小时都有啊。 哎，然后感觉啊自己还是性格上还是比较逞强。哦，那后来因为这一段时间啊、哦，有医生来了，啊、哦，然后也提醒我啊、哦，这个气啊比较不足，啊、哦，然后这些。 内脏啊，自己都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跟大家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我们听说讲经不中断了、啊，这是一个精神啊，但是也要衡量自己的条件哦。你你可以不中断，但你一个礼拜讲三天或者讲五天，啊，你不要让它断嘛，你不要变成哦每天。 一定执着，我每天都要讲，而且有时候讲又讲的比较长啊。其实我有时候讲课啊，都讲到其实没气了啊，然后都撑着啊，那个都属于透支了啊。所以自己观察自己呀、啊，啊，在观察。 走过来的路啊，啊，感觉呢有些太壮烈了。好、哦，大家一想到“壮烈”两个字会想到哪一句成语、啊？叫“壮烈牺牲呵呵”哦，这个路是走长远的哈、哦。所以，在境界当中，调伏习气为精进的。 应该是要把我自己的这种太逞强要放下，好，而且现在的人呢，很现实啊，他的现实就是他要看到利益啊，哎，你学的传统文化，身心有没有越来越健康啊？家庭有没有越来越和乐啊？ 铁定的啊,啊！你一下子告诉他，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，他还没考虑到那里去啊。<laughs> 那那假如我们这些法都没有表出来，那可能他就会打一个问号了，会怀疑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看老法师弘法过程。 啊，好多其他宗教的都问他老人家，你身体是怎么保养的？啊，因为问这个问题的这些长者啊，都比老人家年纪小，他看起来都比他老啊，所以才会问他这个问题啊,啊，到目前为止啊，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。哦, <laughs> 哦，所以这个。 啊，刚刚还说这个学啊，要学全面啊、哦，不能挑着学啊。啊、哦，这表法也要全面效法老和尚才对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自己越讲啊，越惭愧啊，不好意思再跟大家分享了。哦，你比方说，老和尚从来没有熬夜啊。哦 承德清净的岁月里面呢、啊，没有一天熬夜的。哎，可是自己有熬夜。<laughs> 你看，还是跟自己学的，太太不应该了啊、哦！好，所以这个老法师说啊，啊，修学要成功啊，成就呢最重要的六个字啊，老实、听话。 啊，真干，那得老老实实听话，然后不能挑着学。也、哦啊、体会啊，啊，应该是十几岁听到的一段话，啊，古人学问无余力呀、啊啊，少壮功夫。 老死成啊，纸上学来终觉浅啊，觉知此事要躬行了啊啊，就是啊，自己听到老法师教导的啊，等于听一句呀、啊，自己就要很好的去落实一句呀、啊。老法师跟我。 讲过好多遍了，要好好照顾身体呀、啊。当时我是觉得老人家很关心自己呀、啊，但没有很重视啊，把自己的这个身心啊要调整好。 哦，那是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啊，以调伏习气呀、啊、为精进的啊、哦，所以自己啊，造成啊身体不是很康健的这些习惯性格啊啊，我自己要放下，这个才是精进了。 好，那我们啊，跟大家从上礼拜开始啊，交流这个现代同盟养正教育的落实。啊那师长啊，也提醒到啊，啊，师长首先呢是从理念啊，整个传统教育孩子。 啊，三岁看八十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之后，啊，孩子到了学校去读书，啊，掌握这个机会点。啊、时过然后学，勤苦而难成，这个机会点我们要抓住了，包含。 养生呢，都有世界因缘。女孩呀，啊，女众呢是以七岁为一个周期，啊，这个是听啊中医师讲的啊，男众啊是八八为一个周期，啊，所以更年期。 那可能在七七四十九上下这一段时间呢，那南重是八八六十四，啊，而身体的养成呢，南重呢，啊，自己的体力能够在呢二十四岁以前调到最佳状态，那他可能受用终身呢。 女众呢，七三二十一呀，在二十一岁以前能够把她的体能开发到最佳状态，那对她一生帮助太大了。啊，大家应该都买过蓄电池啊，可以充电的、啊。哎，第一次要怎么充啊？ 一定要把它充满、哦、啊！啊，假如你第一次充啊，充到一半就把它拔下来了，哦，那可能你要再充满就比较难了。那这个也是一个时节因缘。哦，我们现在去观察大学生的体力状态怎么样？ 很少出去晒太阳啊，锻炼不足啊，他的体能都没有开发出来，脸上都没有血色啊，那就弱不禁风了。那你说我们父母老师在，在他这些时间点，没有忽略到他，就很遗憾了。 所以健康有时节因缘，学习都有时节因缘，都要掌握住哦。好，那老人家也讲到了同盟养正教育的偏差，这些部分呢，也是提醒我们，啊，做事啊。 不能只考虑一个点、一个线，考虑方方面面的，而且要考虑的深哦，考虑的远，不能只顾眼前。啊，种子撒下去了，怎么浇水，怎么施肥，啊，所以看事情。 陈德也曾经跟同学交流群书制要。好，那我们学的群书制要，能提升什么能力呢？啊，陈德有跟他们提到，我们学完群书制要看事不看一个点，不只看一个线，也不只看一个面，能够看立体的。 八面玲珑啊！不然我们只看点看线，就会看出执着点来了，不全面了、啊。哦哦，所以老和尚在这里讲到了。 传统文化老师必须自身具有真正的道德与学问，才能把学生教好。啊，不能把教、把办教育啊看得太简单，做得太粗糙。啊，否则就不是真正在办传统文化教育了。啊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呢、啊？ 不能太粗糙了啊！万一教传统文化的老师自身修养不足，未能真正落实伦理道德啊，甚至还时常在日常生活或教学当中流露出烦恼习气比方说，我们爱憎很强。 哎，偏食会影响小孩。包含我们对学生也有喜欢、讨厌。那孩子年龄小啊，好的他也在学，不好的也在影响他。那就会对学生呢。 产生负面影响，哦，那反而是在糟蹋传统文化，啊，抹黑传统文化，啊，那这个过失啊是很严重的，啊，老人家在提醒啊我们，啊，弘扬传统文化。 可谓是苦口婆心啊，啊，不只是这一篇在提醒，很多篇，包含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这些都是专题啊，来讨论啊，我们怎么提升，进而才能更好的去教好学生。 哦，而且、啊、这个路啊很长啊。啊，我们说盖棺论定啊，啊，古人留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这几十年的路上、啊。 只要有被财色名利啊诱惑住了，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啊成就自己了啊，甚至于流弊啊就会出现了。啊。我们是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、啊。 可是对我们很挑战的在哪里呢？在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，那这是一个客观的条件，不是说苛刻要求我们。我们确实不是从小学的，所以老法师特别提醒：谁想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？ 就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教育是百年树人我们要把它操作成轰轰烈烈的活动，那铁定会把大众给引导错误了。那他学错方向了，那就断人家的慧命了。 那这个不是恶意的哦，但是师傅这些话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不重视了。啊，为什么让我们扎根呢？正己化人，正己是先呢、啊，化人是自然而然了、啊。但我们现在都很想要去利益大众，但我们忽略正己了。 我们忽略格物致知啊、诚意正心的内功啊，啊，我们又不是从小学的，又不重视这个内圣调伏习气的功夫，那怎么可能在财色名利面前不染污呢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，所以老法师才会说，跟我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在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关，不能怪他们，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。虽然不能怪他们，但是很可能他这一生的道业就不能成了，也是很遗憾的事情。 当然了，能发心五年呢，就挺可贵了。我们就感他这五年的发心了，啊、哦，能发心十年，我们感叹十年的发心、哦。这个年代啊，挺不容易的了。那我们毕竟啊，看到了这些现象了。 老法师在讲课，也在提醒了，那我们得警觉性，哎，那我不能染浊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善有为一啊，很重要了。当局者迷啊，旁观者清。啊，在家庭里面，为什么说？ 妻贤夫祸少啊，因为妻子是旁观者啊，而且他又贤德啊，他又善巧提醒啊，这个提醒很重要啊。 承德现在观察很多十几岁的孩子、啊，哎，他看到你露出笑脸，啊，跟你打招呼，可是当他自己静下来啊，也没有人跟他讲话，他脸上啊是苦闷的。 十三四岁的孩子、啊，哎，突然有人跟他讲话了，他马上又变成笑脸了。他他会应对人事啊。其实啊，我们私底下这样观察，都觉得他这样挺累的、啊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原因在哪里？他有双面性的、啊、甚至多面性的、啊、这样的孩子，他很难打从内心里面笑出来。哎，每个人的笑声不一样哦。啊，他是从心里面哈哈哈,哈这样笑的，啊，还是那个呵呵呵，那不一样的。 皮笑肉不笑啊？为什么有这个双面性呢？很可能他的父母价值观不同，甚至父母教育的理念不同，那孩子慢慢要变成什么？ 见到妈妈要讲妈妈的话，见到爸爸要讲爸爸的话。啊，有时候父母冲突大了，还得选边站呢。你说这么小的孩子就在这种境界里面，他的内心会不会有挣扎？会不会有苦闷？啊，有个孩子七岁的女孩，她现在十多岁了。 他自己就回想，啊，当时父母打起来了，他在，他在中间要把他们推开啊，选边站呢、啊，父母要选边呢、啊，再加入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又不一样。那你看，他不是面对每一个人，都是一个面相。 就变成双面人、多面人，很累啊，很辛苦啊，很难，心上没有负担了。啊，那承德看了是很心疼，因为承德的成长过程呢。 从来没有发生过要选边站，我得站爸爸这边还是站妈妈那边，没有这种内心的挣扎。而且呀、啊，哪怕父亲啊，他教训我们的有一点不妥，一点点不妥。 母亲都不会当面说不对，哎，夫妻是配合的啊，啊、哦，都是什么时候？哎，讲完了，没人的时候，哎，母亲，哎，态度很好，提醒父亲、啊、父亲听了能接受啊，哎。 都都没有当场去指正先生有什么不对呀、啊？啊，我现在看很多夫妻，在我面前，在小孩面前，啊，先生的不对，太太的不对，当场就讲给小孩听了。那孩孩子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啊，对他的内心都有不小的冲击呀、啊。 所以，为什么说妻贤夫祸少啊？不止夫的祸少啊，孩子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啊。夫妻是要互相配合合力呀、啊。啊，哎，有时候他演黑脸，有时候另一半演白脸，互相配合。 所以旁观者清啊，哎，在夫妻当中是这样，在家庭当中是这样，啊，包含我们在修学的团体啊，大家善有为一呀，哎，当我们有一点征兆的时候，都有人肯提醒我们，当然也是感召哦。 啊，闻欲恐，闻过心啊，闻过心是因哦、啊。任何事都离不开因果两个字。啊，质量是见相亲的、啊。交感。我自己曾经在一所学校服务，也是发生了、啊。 啊，一一批呀、啊，赞同校长；一批呀、啊，反对校长。然后那种气氛呢，就要选边站。啊，因为我从小就不选边站，<laughs> 哦，所以在这种气氛呢，我也没有选边站。啊，我们该干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呢、啊，尽力去干。啊，哎，真的有缘了，在其中调和。 因为有时候一对立起来啊，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啊，能响的叫半斤八两，啊，古人这些话也很有味道啊，哦、啊，啊，那我们啊不卷入这种对立，哎，但是哎有机会啊。 试设法啊，送礼啊，送些吃的，跟大家建立好关系。哎，有机会的时候，在大家情绪太偏的时候，哎，提醒一下。哦，那当然也能体恤啊，双边的立场。 双边的不容易在哪里？啊，这样我们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，他们首先会感觉啊，你蛮能理解我的，啊，这言语要先调剂人情啊。进一步再发明事理啊。而承德的观察、啊，都觉得，其实有不同的意见的，不见得是坏事。 就好像唐代宗去魏遇到魏征，魏征很给他提意见呢，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啊、哦，我们闽南话还有一句话啊，嫌会开始被买会。哦，我有没有讲对啊？现在不常讲闽南话了。 <laughs> 哦，讲错你们要指责我啊！啊，比方说要买一件衣服，哎呀，这里怎样啊？那你怎样？他就很想买啊，给 <laughs> 你闲一闲，看看价格会不会低一点、啊。他假如不想买他拿着就放下去了，他会跟你哦，会跟你提意见的，很可能是他是希望好的，他给你提意见。 啊，你能够体恤他是为学校好，为大局好，啊，你不要不欢喜，啊，甚至接纳他的意见，哎，一下子这个对立不止不见了，啊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很可能变成你的股肱大臣啊，就像魏征，人家唐太宗会用。 那成就贞观盛世啊！承德当时候观察啊，那个最反对校长的，真的是一心为学生、为学校的，但他的态度是强烈了一些。可是我觉得太可惜了啊！当然也是我德行不够啊，在这个永远没有能够转化的更好。 哎，后来我离开学校了，啊，哎，又有机会回学校去看了、啊，啊、呃，那一位啊，很反对校长一些做法的，刚好我们见到面了，哎，他也很可贵啊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那个时候的态度太激烈了。” 啊，他是觉得承德这样比较温和，可能会更适当一点。那当然，我当下也是肯定。我说你当时我们也能体会到，你也是一心为学校、为学生嘛。啊。但是你看，他也会反思啊。啊，承德一直在体会啊。 事事真的是好事，只要我们的心态对了，不管是现在这个境界是在夫妻相处，还是在家庭里的伦常相处，啊，甚至于是在单位里面，啊，我们能在一般人觉得坏事当中用真心。 危机可以变转机啊，烦恼可以变菩提。啊，尤其现在我们光讲道理啊，人家很难感动。哎，我们真把忍辱演出来了啊，真把大度能容展现出来了，真把冤亲平等做出来了。 那就不是坏事了，那很可能这个冤亲啊就变法侣了，那怎么是坏事呢？而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了。学佛的目的，心啊，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 我们能转境界，境界越来越好，家庭的状况、团体的状况，啊，我们不被境界转，一被境界转，我们情绪就来了，我们的心念就是轮回心，造轮回业了。哦，所以这一句啊，闻过心呢、啊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尤其对于我们。 不是从小学的啊！我们光是要把学佛以前所染上的习气放下，就不是一件小工程。更何况，我们每天还要面对那么多人事境缘呢，内还有这些习气。 外，还有这些五欲六尘的境界，很容易就陷到事里面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家人是旁观者啊，同参道友是旁观者，能护持得到我们。所以，藕益大师啊，净社明啊，四点：净土为归，持戒为本。 净土而归重要了，此生不将今生度啊，更待何时度此生呢？持戒为本哦，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孝道，要从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开始。持这个孝名为戒、啊、孝是戒的大根大本。 戒呢，能够摄受我们的身口意，不要造作恶业。人一有孝心了，他不愿意羞辱父母啊，德有伤，贻亲羞啊，所以坏事他不愿意做啊。所以孝名为戒、啊，一名制止、啊，可以止。 制止住啊！很多生口业的恶业，所以持戒为本，观心为要啊！我们时时要看这个念头，不能自欺呀、啊！啊，第四点，善有为一在我们看这一段。 啊，我们不能糟蹋传统文化，不能抹黑传统文化，就得要有善友的护持啊！不然我们什么时候习气做主啊？有时候自己不见得知道啊！好，于静义工啊，十八岁就考上秀才了，读的书可不少啊！ 教了一辈子书，哎，到四十七岁，穷困潦倒。幸好啊，他恭敬赵神呢、啊，赵神也护持他，提醒他。可是，一提醒他也没有马上接受啊，所以不简单呢。告诉他。 上帝派使者来看了你很多年了，你没有善呢？他说：“那上天不是仙毫都有记录吗？一点点善都记下来，哪有可能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啊？”他说：“真的，你一样都没有啊，你干的都是干表面的啊，呃、放生你从来没有自己主动的，都是别人要放生的哦，好好，你跟着。” 去了，可是你们家那个厨房里面还绑着螃蟹嘞！把这些都把它讲出来啊！你说你没有犯色，你是没有机会啊！啊，你看到漂亮的女子，你的心都动了。无谁欺欺天乎？讲到这个份上，他才承认了。 所以你你每天，你的念头就是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贬己念、高己悲人念、一往其来念、恩仇报复念，匆匆于胸啊！这是一个明朝的读书人哦，不是没读过圣贤书的人啊。他到四十七岁还没有办法。 看到自己的过失，所以于静一公啊，慈悲啊，可能也是佛菩萨示现，让我们以他为借鉴呢、啊，能突破自欺。赵神也点他的问题啊，意恶太重，所以我们下功夫得下在念头，专务虚名。 不能只是做给人家看的，啊，那满纸怨尤啊，那提醒我们修学的人，内心不能对人事有怨呢、啊。一有怨呢、啊，火烧功德林啊，都烧掉了。啊，独成上帝，他怨天尤人。 就会亵渎神灵了。哦，所以他还有造神也点化他，因为他拜造神了啊。假如没有造神也，那就麻烦了。那每天怨天尤人，夜就积得更厚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每一每一个修道的人，哎，我们要想一想。 我有没有真正会指出我不足的亲人、朋友、同参道友这个得问我们自己了。啊，真正修行的人，甚至是做主管的人，位置越高啊，因果越重啊。 啊、这个是自己深有体会的啊，自己不止啊，是照顾自己不够啊，啊，因为毕竟啊，这十多年来都是处于高位啊，做的决策啊也有不妥当的地方，这里面也有因果啊，我自己也要承受啊，啊，当然也很感谢啊，有。 做错不少事，但佛菩萨慈悲啊，哎，还给自己这个机会，戴罪立功啊，那自己也要更记起走过来的这些路的教训啊，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，来做啊,啊，也要对得起佛菩萨给的机会跟。 师父上人的信任呢、啊？所以自己是可以感觉到，位置越高啊，因果越重啊。所以，假如有人很羡慕啊，当领导、啊，我我是不羡慕了。哦，啊，谁愿意做，我让给他做，哦。 那当然，我也不能激动啊，也要看看啊，他的能力可以，那我可以随时、啊、让给他来做。那因果越重啊，我们就更战战兢兢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。这一句话在《孝经》的诸侯章第三。 啊，是有一段开开解，啊，在上不骄，高而不为，志节警度，满而不溢。啊，高而不为，啊，所以长所富也，啊，长所贵也；满而不溢，所以长所富也。富贵不离其身，然后能保其社稷，而和其民人。这是一个国君。 要有的修养，不然他一富贵了，啊，他骄慢了，他奢侈了，这个国家就会出现危机了。他就没有尽到爱护好子民的本分了。那同样的用在团体里面，那领导者要互念团体，领导者。 是要达成这个使命任务，啊，就像我们是弘法的团体，我们要为正法负责，啊，为众生负责，为十方供养负责，啊，那就要很谨慎做每一个决策了，因为可能位置越高，每一个决决策。 都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呀、啊。决策对了，向心力更强了；决策不对了，人心就离散了。所以古人为什么在讲到诸侯章第三啊？不是古人啊、哦，是孔子。这是孔子讲给曾子的一部经啊，马上就引了《诗经》这一句。 啊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所以在团体里位置越高，啊，甚至于是你在家庭、家族当中啊，威望很高，也要经营一个。 大家跟你提醒的时候啊，不会有压力的家庭氛围、团体氛围，这是无形的哦。但是它随时在影响自己，也在影响每一个人。 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，那事情哪怕有偏差，都能很快调整，啊，不会造成那个偏差太厉害了。真正知道的时候，积重难返，那就很遗憾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有推荐大家看《达摩祖师传》。 啊，大家看过吧？啊，这个达摩祖师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看那、啊、看不到的东西，这种氛围啊、磁场啊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它存在哦。啊，看那、啊、看不到的东西，听那、啊、听不到的声音。” 啊，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。哦，当然这是禅宗的话哈。每个人我们可以自己去体会啊。好，啊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啊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阿弥陀。